调频逗你玩儿，就我传别处，你是哪的串儿？别逗他，别啊，生牌你倒掉。好，这里是好听好看好玩的周末喜相逢，我是朱迅，欢迎大家的到来，欢迎朋友们。周末喜相逢，欢乐和谐中，说学逗唱演，笑星大联盟。今天我将继续为周涛代班，特别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不要忘了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短信参与到我们的笑星大联盟当中。那么今天是哪一支笑星队上场呢？是笑星大联盟当中的F 组小星队，首先有请正副两位队长，有请。你好。你好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晚上好。我是 F 组的队长管云娜。我是 F 组的副队长，我叫范雷，给大家问好了。你看这一上来这么精神啊，我特别要为大家介绍这个管琳娜，她是在首届 CCTV 喜剧小品大赛当中获得最佳女演员奖。第二道题呢是一个漫画题，请您根据漫画中的情节来表演这个即兴的小品，叫做举重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掌声鼓励一下？好厉害哦！可以当上女队长呢。哎，对对对。那你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哎，他获得最佳女演员的时候，我跟他是搭档。对，他是我搭档。我最佳绿叶奖，我。您是最佳绿叶奖。哎，这路上就是范雷真的是最佳绿叶。2006年，你又参加了相声大赛，是不是？啊，相声大赛去年也参加了。你和哪位搭档？我跟周伟搭档。哎，他获得什么奖？最佳逗哏奖。他获得最，那您呢？我又是最佳绿叶奖。您还是那片叶子。我什么时候我能获最佳这个红花奖啊？别着急，那就要看你今天的表现了。啊，今天表现，嗯，那没问题啊。有信心吗？有信心。我们 F 队啊，那是强手如云啊。哦。我们有欧盟的标准，首都的品质 ，F 组孝星之队，有人缘啊。嗯，就是这么自信。对，我刚才听到这话有点耳熟 啊，我给你们请个领队吧。领队？还有领队啊？你们俩年轻，哎，这个艺术方面呢，
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喂，哎，点高。对，我跟你们学。这样吧，我请出 F 组的领队，徐志老师，欢迎。送人芳草，手自留香；送人玫瑰，心自芬芳；送人快乐，一生安康；送人掌声，万寿无疆。太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祝您安康，祝您顺当，祝您富贵，祝您大方。行，你看徐志老师就是徐志老师哈、怎么了？你看这个问安的方式都不一样，万寿无疆的还啊，平安。你看看啊。这两个小鬼是谁啊？小鬼，我们是小鬼，不是小鬼，上副队长。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管琳娜，范雷。哎呦，太好！我们是孝兴支队的领队，领队助理。这是领队，你是副队长。徐志老师、我们 F 组想请您帮着指点指点。对，指点一下。嗯，那谈不上，我也就给你们摘摘毛，挑挑眼，开开牙。也就是给你们挑挑眼，挑挑错，指导一下，指导一下。我这当领队的还有点富裕。这样吧，怎么了？我先给你们二位做个示范，怎么样？徐志老师，我打断一下，不用示范。怎么了？您是领队，负责指导，不用您一上来就演。不，我一定要示范，是不是？我先示范一下，咱们树个标准。树个标准。对，要是这个节目呢，比我这个节目差。咱们就不要上了。那为什么呀？今天一定要保持节目质量。嗯，保证节目质量。不是为什么？要比我的节目呢？对呀、要比我这个节目好啊。嗯，那也不要上了。那又为什么？为什么就要我这领队干什么呢？这干脆你们甭演了。甭演了。这样吧，我觉得这个旗帜也是两位的前辈了，所以这样还是您给大家先表演一个，大家说好不好？你看大家那么欢迎，这样吧，您先来一个说学逗唱，您先走哪个？先来一个说。好，说学逗唱，说。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，有必要跟各位做个介绍。这是我的媳妇儿，叫贾小玲。这眼睛长得多漂亮，跟牛犊子似的。光彩照人，多梦幻，多耗电，这哪是眼睛啊？我们男同志都知道，这就是陷阱啊！陷阱啊！我才是掉在陷阱里了。怎么了？朋友们，您给说说，早上的太阳红彤彤，我俩的爱情一场空。中午的太阳红似火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晚上的太阳西边落，这样的日子不像我。什么事？你说上来好啊，哭什么呢？你哭什么呢？你给我说啊，这手机里的短信是谁发给你的？你怎么拿我的手机呢？你人都是我的，手机还不能看看？这人不讲理，你看看。你给大伙念念。念吗？你身上的皮肤是如此的富有光泽，你身上的香味是如此的难以抗拒，我真想狠狠地咬你一口，亲爱的红烧肉。你说，你什么时候改名叫红烧肉？我什么时候改名叫红烧肉了？我跟在一块都快成红烧肉了。你说拿我手机干什么？就这德行呢，还自称是红烧肉呢啊？怎么了？血压高，血脂高，唯独就是个个子永远长不高。个子不高怎么了？听说睡觉压天机，胡椒睡觉暖人心。董春瑞个不高，关键能举炸药包。雷锋叔叔个不大，他的精神传天下。拿破仑个儿也小，打起仗来不得了。科学早已证明，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品。你给我起来，精
正品啊。别，我告诉你啊，20岁的男人是成品啊，30岁的男人是精品，40岁的男人是极品，50岁的男人是废品。老公啊，还有2年你就报废了。青青河边草，老牛吃嫩草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别看我今年48，我收拾收拾，打扮打扮，气死张国荣，赛过周润发。对，张国荣就是被你气得跳楼的。嗯，我也快被你气跳楼了。什么事儿？你就是，你说你到底是谁的红烧肉？你这人没完没了，就是一个短信，这我们单位老王他给我发的。他怎么不发给我呀？他发给你干什么？我比你更像红烧肉。现在一出门就说啊，头可断，发型不能乱，鞋可留，皮鞋不能没有油。你现在是远看像归国华侨，近看像港澳同胞啊，仔细一看，哇塞，像谁呀？火车站搞传销。你长得好，你长得很有创意，能活着就是你的勇气。如果没有你，谁来衬托锅炉的秀气呀？我这叫丰满，你不懂得欣赏。媳妇儿，我最近觉得你有点爆满。我胖不胖？嗯，这是有福的相。我肥是肥，可我有三围；我丑是丑，但我很抢手。我天生一副旺夫相，嗯，谁要娶了我呀？不当皇帝。当宰相。当宰相。做宰的相。你的长相突破了人类的想象。你的鼻子上插2个大葱，你把2个前腿往地上一放，你就是大象的儿子，宰相。我就知道你对我没感觉了。真没有感觉了？我对你的感觉还差吗？咱们俩谈恋爱的时候我管你叫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我管你叫章子怡。结婚以后变得更漂亮了。什么？我管你叫袁咏仪。现在我对你的感觉就更好了。像谁呀？地球仪。你好啊，那刚结婚的时候还有点帅，嗯，像那个蔡国庆。结婚以后更好了，庾澄庆。您再看今天这个打扮像谁呀？西门庆。老婆，有一种感觉叫妙不可言，有一种幸福叫与你相伴，有个美男子他天天对你放电。在哪儿呢？这儿呢。你看我像不像谢霆锋？我看你像杨巅峰。杨巅峰干什么？我不是那种人，我给你保证过，我每天想你3次，早晨想3次，晚上想4回。哦，你是早上想，那你还不是朝三暮四？你真的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！我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，给你点洪水你就泛滥，给你点棉袄你就出汗。老婆，你是树，我是藤，我绕你；你是饼，我是锅，我烙你。你是油，我是灯，我耗你；你是茶叶，我是水，我泡你；你是鬼，我是人，我怕你。哎，你怕我呢？我能不怕你吗？怎么了？你看你现在这个打扮啊，来来来，让大伙看看。嗯，穿西装打领带，总是觉得自己帅，自以为是东方不败，其实是开始变态。别开始变态。你唱歌专唱迟来的爱。我就喜欢唱歌。池塘边的榕树下，一只老鼠碰见一只猫，喵喵。老鼠见猫撒腿就跑，滋滋。猫说只要你陪我去逍遥。啊哈，老鼠一听眉开眼笑，它一把搂住了猫的腰。这样的事情黑白的颠倒，朋友，老鼠它摆平了猫。鼓掌。我媳妇儿啊，这歌唱特别好。上一次咱们北京市保温杯厂举行了一次保温杯歌手大赛，我媳妇儿得了这么大个保温桶，
哎呦，当时有四个评委，有三个评委听了他的歌以后当场就晕倒了，有一个评委紧紧拉着我的媳妇儿的手说，人才呀，人才呀，别人唱歌是为了要钱，你唱歌是为了要命啊。你好，你现在每天是勤劳的像蜜蜂，忠诚的像小狗，憨厚的像老牛，威猛的像老虎。你的幸福我来建筑，你的糊涂我来弥补，你的贪图我来满足，你的任性我来让步，爱护你非我莫属，谁让我是养牛专业户啊？什么？这不是谁让我是你丈夫？你是天上鸟儿飞呀飞，我是地上的狗儿追呀追，追到你我不吃你，我用爱情折磨你，我要爱你一万年。爱我一万年、啊、纯粹是谎言，你要真爱我、啊、给我十万元。地球是会转的，人是会变的，爱你是永恒的，给钱啊是不可能的。你就控制你来自云南元谋，我来自北京周口，让我拉起你亲爱的小手，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。怎么样，刚才我这个说怎么样？说的太好了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接下来我再给他们示范个学、啊、哎，等这个学、啊、其实老师您全示范了，这些年轻的演员怎么办啊？对啊，是啊，其实老师会学吗？我们会啊，会学，年轻有为啊，优秀演员。你都会学什么呀？你比方说啊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水里游的，草里蹦的，像什么蹦蹦蹦蹦蹦蹦，憋死牛绕口令，我们都会。啊，都会，都会，都会啊，都会。给我学个蹦蹦蹦。蹦蹦蹦怎么整？那你给我学个蹦蹦蹦。我们就这么一说，什么叫一说？啊、特别是是水里头，水里头，你给我学个鲨鱼叫唤。没听说。天上飞的，你给我学一个那个马拉，怎么说话？蜻蜓。马拉是蜻蜓，老北京话叫马拉。这没听见过。没听见过吧？啊、那我们老北京，通县那一带都这么叫马拉。马。好、啊。学不了了吧？学不 了啊。这样，我一学，你们就学会了。您还学？我再给各位示范个学，还示范呢？给大家做个介绍啊，这是我新带的徒弟，这个洛桑的表弟，洛网。小伙子原来啊不是说相声的，干嘛的呢？弹琵琶的，练到八成上，活活把师傅给气死了。不信你今天给大家弹一弹，弹一弹来。嗯，噔，哟，噔，有点味儿。小伙子去年分到我们说唱团给我们排戏，一年就给我们排了八台戏，应该的应该的，没有一台能够上演的。这样吧，把板凳拿上来，大家表演个双簧吧。导演系毕业的啊，导演系出来的，到那儿找人没找到，就从那儿出来了。嗯，来，哎，给大家表演个双簧，他没办法，我呢就跟他搭个档，完了给大家表演一段什么呢？这就是导演，导演呢，首先得化个妆，化个妆大伙儿就知道了，特别隆重的向各位推出这个发型，这个发型，2008年即将流行，是吧？
妇呢最早是干嘛的呢？最早她是扎鸡毛掸子的，后来改行了，改刷墙皮了。说吧导演，导演，哎呀年轻导演，就是给大家表演个什么节目？谈恋爱。这现在的戏不够爱情凑。明月照窗台，我男朋友讲好了要来。左等他不来，右等他不来，他怎么还不来呢？哦，他怎么总是不来呢？他再不来，我成傻子了。这整个一傻大姐，演戏嘛？你演什么戏？别演这戏。导演，咱换个戏。想成名吗？想成名，咱换个戏。我演个英雄人物。英雄？我本宫就是演正面人物的。来个英雄人物。好，来个英雄就义。彪彪彪彪，彪彪彪彪。你配的什么音？这是手铐脚镣。你手铐脚镣，别配这个音。你手铐脚镣一配音就全吃了，是不是？你别配，不用配，不用配。这什么导演？别配，不用配。不配了，自己就义吧。说话得配音，我不要你配其他音响，上来就给我biang biang个biang，我没牺牲首先叫你biang。气人真麻烦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杀了我旗帜，后面有张伟，你开枪吧，哼。
还有一句话，请转告我的媳妇儿，叫她不要等我了。另外，嫁人吧。我还有最后一句话，我觉得老子还可以再抢救一下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你早该救命了你。说白呀，刚才我这个学这学怎么样？学的还真不错。好着呢。下面我给各位施打一个豆、哎、啊！我跟您说，你们俩下面这个节目无论如何，您得让我们演了。下面这是豆啊，豆豆我们最拿手了。豆豆豆豆、啊，你拿手啊？拿手拿手。你怎么拿手？拿你不相信啊？不太不相信。你不相信，我给你豆一个。你豆一个。豆一个，我随口就来。你能把我们大伙都逗乐了？那当然了。我咱来一个男的。男的。我说一山东快书小段。好。装瘸。装瘸。说了个小伙真可别，他一上汽车就转圈，就这个模样。你要问转圈干什么？一转圈准有人让座，你说这个办法绝不绝吧？这一天，这个家瘸腿上了汽车又转圈，身后站着个老大爷。同志同志，你请坐，我站一会儿你歇歇。家瘸腿身子一歪落了座，回头忙谢老大爷，谢谢老。大爷俩字没说出口，那老头拐棍把他头上写，我叫你装瘸耶，家瘸腿抱着脑袋下车跑，双腿骨子在装瘸了。你要问这是咋回事啊？让座的老头是他爹。乐了吗？大伙乐了吗？你那么严肃的怎么了？我乐了吗？乐了吗？没了，水平不行。我说一段，大伙儿准乐。那你说能乐？你说一段，你们俩都得乐。我说一特有意思的，你说你俩再过来点。我说，从前有个包子，哎呀，这个包子走着走着就饿了，怎么办呢？我饿了吃点什么呢？一想，我把自己给吃了吧。他就把自己给吃了。吃完了以后还饿，还饿，哎呦，怎么办呢？再。乐了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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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呀这是？谁乐了？没乐，没人乐。你这逗不行，不行，我再逗一个大伙儿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再逗一个。逗逗，哎，还是我们来逗吧，齐志老师，我们来一会儿，好吗？哎呀，你快点行不行啊？快快！大哥，你说这事儿能行吗？刚才不是说好了吗？我爹眼睛不好，要做手术，我又着急要回部队，我，你说你要不帮这个忙，我爹他就不做手术，不把儿媳妇叫来，他是就不死活不做手术啊他。俺是个钟点工，干活行，为了十块钱就让俺冒充人家儿媳妇儿。俺不干，俺可不干。哎，你别走啊！要不再给你加十块？二十。二十。骗你爹？骗我？什么叫骗我爹呀？你想，你只要帮我，让他把手术做了，你不就帮我大忙了吗？我帮忙？帮我忙？光聊天？光聊天。那走，走。哎，你等会儿。我爹脾气不好，一会儿你千万别说自己是小时工。不说。啊啊。不说是小时工。对对，那就对了。算钟点工。哎哎。钟点工也就行了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他儿媳妇了，知道吗？爹，出去！娘嘞，你爹脾气是不大好啊。没事，他跟我生气了。爹，你别叫我爹，我不是你爹。爹，还生气呢？我把儿媳妇给你带来了，胡说！哎呀，没骗你，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看，就在那叫你呢，来来来，把鞋穿上。爹，这就是你没过门的儿媳妇。
叫人呢？爷爷好。爷爷啊，我有这么老吗？没有，那他紧张了，我跟他说，说啥呢？我爹是你爷爷呀、啊。那叫啥？你现在是他儿媳妇，对不对？嗯。你得管他叫爹。叫爹。对吧？等会儿，这个刚才你一圈叫爹呀、啊？没。叫爹的话不干，俺可不干。不，哎呀，你看，我再给你加5块。25。25。30。25。30。什么25、30的？啊，你儿媳妇今年25了，哦，明年就30，就我30走了，30就30吧，爹，爹，你别把我爹吓着，行，别叫爹了，你陪我爹聊聊天吧，好吧？聊天行啊，聊，哎，聊啥？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啊？你就说。爹，爹，我是你没过门的儿媳妇。我是你没过门的儿媳妇。我来看你来了。我来看你来了。会了吧？会了吗？我问你会了吗？啊，问我啊？会了吗？就这几句啊。会。爹，聊会儿。爹，我是你没过门的儿媳妇，我来看你来了。啊，好，往下说。爹，我是你没过门的儿媳妇。我来看你来了，往下说。爹，我是你没过门的儿媳妇，我来看你来了。我说这个姑娘有毛病吧？没毛病，她头一次见您嘛，人家有点紧张。我比她还紧张。这头一次干儿媳妇的话，不知道说什么好啊。哎，她说干什么活？不是，他你儿媳妇说了，特别能干活，特勤劳。哦，干活好、啊，干活好。收了人家的钱，就该给人好好干活。哎，他说他要什么钱了？他不是勤劳吗？能干活吗？收入就高，收的钱就多呀。哦，那好呢，收能收钱。这姑娘，你干什么工作呀？那能干什么工作呀？俺就是个小学老师。哦，小学老师啊。老师好啊，老师好好什么好呀、也就你叫俺老师吧、人家其他人呀都不叫俺老师，叫你都叫俺小石老师。小石老师，爹、你儿媳妇姓石，石老师。哦，小石老师，石老师、咋了爹？叔子啊，不对呀、我老说见儿媳妇见不着，怎么今天突然就来了？你想见吗？我就给叫来，平常不好意思。你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早就认识了。在哪认识的？医院门口啊，那中心小花园。你聊会儿，聊会儿，熟悉就好了啊。爹，姑娘，别忙了，坐歇会儿啊。不累呀、习惯了。歇会儿，坐。姑娘，你真是我儿媳妇啊？我。真是你儿媳妇儿。哦，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刚才，他把我叫来的。在哪认识的？医院门口啊。那中心小花园啊。姑娘不是本地人吧？不是本地的。你是山东的？我听出来了。听出来了。山东精密的。这个山东可是个好地方。不是，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去。你们那个煎饼煎大葱好吃啊？是，你也爱吃。爱吃。哎呦，俺也爱吃。说起这个煎饼煎大葱，你可找对人了。俺做的煎饼吧，在俺们村远近闻名啊。大爷爱吃。爱吃。爱吃不要紧，下回我给你做。会做饭。会，啥都会。光会做饭有什么用啊？现在这个社会呀，竞争激烈呀，你得当面手啊。虽然说俺的知识吧，学的就有点杂了，但是很系统啊。哎，这个杂呢，就是什么都得会，什么都得懂，这个系统呢，就比较有针对性啊。哎，你比方说在医院这个地上吧，是病人多，老人多。你简单的护理呀，是不解决问题了啊、你得懂点医学知识呀、你比方说按摩，
按摩。对。哦，你会按摩？那可不，来来来，我给你射一下啊，哎，射一下，啊，过来，冲转，哎，又过来，你看啊，这个地上，你呀，酸不酸？嗯，酸。哎，酸就对了。嗯。再看看这个地上啊，你呀，麻不麻？哎，麻。哎，麻就对了。嗯。哎，再看看这个地上啊，嗯啊，疼不疼？疼不疼？疼。疼，疼就对了。哦。哎。这就叫学历。哎，听说要是头疼，哎，太阳穴；要是胃疼，哎，足三里啊；要是没有气了，就得掐人中啊。我有气，有气，有气，我知道你有气啊。要是真没气啊，说掐那儿就不管用了，就直接奔太中间。哎呀，这儿媳妇不错啊。还没过门就把我给发送了，哎，我说姑娘啊，你这么能折腾，一个月挣多少钱呢？大爷啊，你这么说可就外行了。哦，哪能赚钱啊？都按月算。按什么算？按小时算。哦，一个小时多少钱呢？一个小时20。哦，不过有的时候啊，赶上人家客户大方，还给俺30几。谁给20-30啊？他就看着你怎么样。20-30，我就看着我姐夫啊。行行行，这姑娘不错啊，又有知识，又有能耐，还能挣钱，还能干活。对对对，这回你高兴了？高兴了，满意了吧？满意了。那手术不错。你小子以为我真糊涂了？你花钱雇了个小时工，你们俩商量好了蒙我老头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不是没蒙你，不是大爷，没骗你，不是那要骗你，不是骗你，是你儿子吧？要给你俩钱，要给你转骗你啊？不是孩子。说什么呢你？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是实话。什么让你说实话？人在哪儿呢？撒谎。爹，你干嘛去？我走。你不能走。我走。你得做手术。不做了。哎呀，毕业。你过来。我眼睛都快瞎了，做完手术不知道什么效果。趁我能看得见的时候，想见着我儿媳妇，我要求过分吗？你说我当兵这么多年，我一共没回家几次，我上哪儿给你找儿媳妇去？所以找个小时工来骗我？那你不是不做手术？哎，停！我听出来了，你找不着媳妇儿，你找不着儿媳妇儿，你着急回部队，你做手术没有人管，那俺是干什么的？从今往后，你老老实实给我回部队，你老老实实给我做手术。俺会经常来伺候你的。经常来？嗯。哎呦，那得多少钱呢？钱钱钱，你就知道钱。我给你借着，等你回来一起算。哎呀，你又不是我儿媳妇，经常来伺候我，那不行不行不行。不行？不行。说行啊也得行，不行也得行，请坐。看来我还是得给你按摩。啊！哎呦，刚才这个节目啊真过瘾。我这个人呐就有一个优点，有错就愿意受罚。哎呦，受罚的感觉真好，罚上瘾了。那什么，其实老师 您能不能给我们一次受罚的机会？那个什么，有什么错误我们帮您扛行吗？你看这个，你们来副组孝心队的两位队长都被您挤得成这样了。愿意受罚，心甘情愿受罚，罚他的。愿意受罚？愿意受罚？肯定受罚。肯定受罚。那好，罚你们再看我演个节目。看演呐！啊哈！你说你公道，我说我公道，公道不公道，自有天知道。在下容嬷嬷的李公公，给各位请安啦！掌声不够热烈。还是说点人话吧，我呢最近办了个旅游特设项目，请您当皇帝。嘿，交1000块钱过1天皇上的日子，谁不想当皇上啊？当把皇帝过把瘾，这不后面有个急着要过瘾的吗？有请皇帝上殿来。
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，我不抬了。你们看见过皇帝自个儿抬在椅子上抬的吗？没这样的啊！早上五点半就给我叫醒了，说是让我当皇帝，我以为我卖早点的呢。大家在电视里见过我，我是影视演员，我叫成华。你们愿意不愿意？太好了，鼓掌的都想当皇帝。万岁爷，李公公给您请安了。您是公公，我就皇上了。对呀，李公公这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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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公公，我这死你！我马过来了，不是。我那个先当一会儿皇帝，过一会儿瘾，过皇帝瘾呢。哎，穿上这龙袍真不错。哎，你穿上这龙袍啊，你就是真龙了。我就什么也听不见了。什么叫什么？真龙像话吗？真龙啊，真龙天子。是啊。哎，我说小李子，哎，你这龙袍上怎么有股这龙虾味儿啊？这就对了啊，奴才原来是做龙虾的啊，现在改旅游了。等等啊，我给你取一样宝贝，皇上你就提了。给我等一下，等等，给我送宝贝美死了。皇上，哎，有请您戴上这龙头。你是让我东山拉煤还是西山拉炭呢？这叫什么呀？行头。这叫行头。这也不叫龙头，没演过戏一看就是啊。这电视剧里啊戴上这个，这叫皇冠。哦，皇冠。对，有奔驰吗？你开起车的车。您戴一个皇冠。皇冠我戴上就是皇帝了。皇冠嗯，戴上了。哎，龙袍哎，穿上了。对，美不美？美。交钱。多少钱？1000块钱。我进门就交了，报名费1000。那是报名费，这是服装费。不是，服装还要钱呢？这是干洗，这得消毒啊！啊，昨天有个得牛皮癣的，是当了一回皇上，搭上天气热点儿，穿着裤衩直接就把龙袍就给套上了。不是，这我脱了吧？别，绝对是你的安全，您穿着放心。嗯，就这身龙袍，我是从故宫里借出来了，花了18000。今天是国际消费打折日，您花1000块钱。我是赔本赚吆喝，您穿上这龙袍您就放心了，我赔的是良心。嗯，什么也甭说了啊，我也赚钱了，不就1000块钱吗？啊，小李子，这给我记账上。我给您记上了，万岁爷。现在我可就是皇帝了啊。您就是皇上了。李公公，这你看我当哪朝哪代的皇帝呢？您当哪一种皇帝呀？嗯，我们有各种皇帝啊，价格不同，有活的，有死的。嗯、这活的呢，4块钱一个；死的呢，20块钱一个。皇上，您是要白灼的呢，还是要椒盐呢？嘿，你还是卖龙虾的，是不是？嘿，我就是打个比方，这是比喻。这皇上有各种价格，各种游戏，啊、不知道您喜欢哪个皇帝？我呀、啊、乾隆皇帝。乾隆皇帝太好了。嗯，你再交2000块钱，你就是有钱的龙。乾隆，乾隆就这么来了。啊，不还得交2000呢？那当然了，交2000块钱这是选号费。嗯，你要是觉得嫌少、啊、你可以选玉皇大帝呀。啊，玉皇大帝是套餐呢、啊啊、什么游戏都可玩。不、啊、我就乾隆了。就乾隆了。哎，就乾隆，花2000块钱，我过把乾隆爷的瘾。我是三下江南，微服私访，当把皇帝，过把瘾就死。哎，我走干嘛呀？哎，这小李子，哥，把这2000块钱，把2000块钱给我记账单。您放心好了，万岁爷啊，上早朝。这行，上早茶吃早点。我饿了。上早茶吃早点。你不说上早朝，上早朝料理政务啊。我啊，料理哦，对，我是皇帝啊。对呀、啊，料理政务，对，宣三宫六院72嫔妃文武大臣上殿。皇上，皇上，你是昏君，你是。我怎么昏君？您太昏了，您。
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跟我武大臣坐一块儿啊，嗑着瓜子聊大天，多好玩啊！大声骂叫啊，知道这是上早朝的，不知道呢？他以为是婚姻介绍所。不那你我坐这干什么呀？您坐金銮殿上啊，您坐这龙椅上面是。下面的文武大臣给您站好了啊，三呼吾皇万岁万万岁，依法纳税。哎，皇上，不是，皇上你怎么税务局的你去？我怎么趴下了？谁让你趴下了？皇帝平身，谢主隆恩。我还是太监，我是皇帝。不是你花了钱，你就是皇上。我皇帝，你当官太监了，皇上了。哎，美不美？美。这么多大臣给你呼万岁，舒服不舒服？舒服。赏钱吧。怎么又交钱啊？那当然了，这文武大臣都是演员给你演的，对不对？给您磕头，三呼万岁，你能不给赏钱吗？不是，这多少钱啊？三千块钱。三千又三千，三千块，你拍部电视吧啊？有群众角色没有啊？有啊，给不给劳务费啊？当然得给啊！一百多个大臣，你能不给劳务费吗？一个人平均不到三十块钱，你花这么点钱，你就觉得肝疼啊？你不是我这又三千呀？你当个皇上就得用皇帝的心态来花钱。皇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吗？哪句话？人生的最大遗憾就是。他死的时候还没有花完他挣的钱啊。行行，我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你不给我这点钱折腾完了，你不罢休，我当一天皇帝破一回产。我是人生能破几回产。皇上您又变调了啊。对，那个小李子，哥，把这三千块钱给我记账上。这才是皇帝的心态。好，你签了，我这就宣圣旨，圣旨下，奴才接旨。皇帝你怎么又跪下了？哎呀，我怎么瞧怎么你是皇帝啊？您花钱，您是皇上。你看当太监当惯了。您坐着，我是皇帝。您坐着，我是皇帝啊。宣圣旨。好，奉天承运。嗯，皇帝诏曰，乾隆出巡，三下江南，皇帝起驾，请上摩的。摩的呀、啊、不咱有好车没有？那个时候能坐上摩的就算是好车了，那个时候摩的就相当于现在的法拉利呀、啊。啊，对对对，那我就坐上法拉利啊，不，坐上摩的。对对对对，我三下江南，微服私访。哎呀，李公公啊，啊，咱们是到苏州还是到杭州啊？咱们是到通州。啊呸，通州啊，不对不对，一场游戏一场梦，你还当真了？你还不是你呀、啊？坐的摩的，穿的这身衣服啊，喝的矿泉水，是头顶烈日、嗯、来到通州，嗯，见一民女，她、啊、与你述说衷肠。是啊，有趣儿没趣儿？好，好玩不好玩？太好玩了。舒服不舒服？舒服。给钱吧。你怎么又要钱呀、啊？那当然了，养路费、过路费、汽油费，这个城市增容费、机场建设费，这不都是费吗？不，咱们还有机场的事吗？对呀、啊，咱们经过一个养鸡场，看看他们怎么战胜禽流感的。这个机场啊，不是这机场我不去了。啊啊，小李子，忙黑早起来了，我饿了，我要吃饭。吃饭，吃早点。皇上，嗯，我请您到天下第一楼、哦、吃御宴。还有御宴啊？我请您吃百味宴啊。一百种野外，一百种野菜，一百种山珍。啊，不等会儿啊，我想问一下，吃野菜要钱吗？不要钱。那就行，得刷卡。这不一样吗？那是一样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个野菜可比这个大鱼大肉值钱多了。我是派的野人到野外，专门给你采的野菜。派野人？那得多少钱？一万块钱。一万块啊！你打算把桌子咬下一个角来，是不是？什么就一万？一万块钱可不就是一万块钱吗？你现在几十万块钱一桌都有，你这一万块钱，你顶多是个土皇帝。你看这来是不是一千？说好了一千，一会儿又两千，一会儿又三千。我说李公公，干什么呀？我求求你了，李公公。都是您，我跟你商量商量。皇上平身，咱有那不要钱的游戏没有啊？皇上，您让我想一想，有，有，皇上。
不花钱的有。对，皇上选美不花钱。不是，你说什么？选美不花钱呢？皇上选妃子不要钱。那我玩这游戏。你玩这游戏？哎，这个我到后面给你请出大美人。哎呦，这好的。哎呀，你说我坐在金銮宝殿上，我这一看大美女，您说我这多得还不花钱，一千两千三千四千七千，还没到一万块钱呢，值了。嗯，哎呀，我可准备好了。我说大美人啊，您快点出来让皇上观赏一观吧。还是有点太监味儿。哎呀，鼓掌，让大美女上来。你是何人呢？我叫杨贵妃，本人正减肥，买了件健美服，使劲往里勒，今天勒，明天勒，勒成个大棒槌。您听听，本人参赛的口号，既不是棒槌，也不是碎推，本人是给钱就飞。还就飞就飞，你说哪像杨贵妃呀、啊？整个一杨贵妃。谢主隆恩，您叫我什么？杨贵妃呀、啊，杨贵妃。嗯，我叫杨贵妃。嗯，你叫我杨贵妃。对，请给我冠名费。嗯，冠名费，你要是不给我冠名费，我告你骚扰，你是性侵骚扰我。哎呦，你说这点话，你说我骚扰什么？行行行了，小李子，你给我出来吧。皇帝的事我不干了，你这叫坑害消费者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呀，我呀不干了，我要出去。出去脱衣裳走。那不行，那你还得赔我们呢。我赔你们什么呀？当然得赔我们了，这么多观众买票花钱来干嘛的？干嘛的呀？就是来看你的。看我的？你干嘛来的？我当皇帝呀。他们出钱呢啊，是来看耍猴的。耍我呀？我认识您这么久，对，终于发现了一大优点。什么优点？您太会钻空子了。哎，是表扬我吗？这好像听着不像。虽然岁数大点，但是我多演一个是一个。我多演一个是一个。不是，多演一个少演一个没关系啊。我主要是培养年轻人着想，我是用心良苦。你看，是用心良苦。今天节目听他一个人演了。哎、啊。我们队强烈要求换领队。换领队，你看，你看，打心眼里要把您换了，怎么办？这仗我认个错，好不好？换领队，接下来的时间全部由你们演，行不行？这可是您说的。我说话负责任。太好了，你听他说，他知道时间到了，这周已经没有时间了，白激动了。但是没有关系 ，F 组校军队还有第二轮展示，那个时候你们再好好表现。好，留时间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这期周末喜相逢的时间就要到了。那么下周同一时间呢，是 G 组校星队的精彩展示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我们下周不见不散，再见。